行了行了，干嘛呀？你这故意的吧？我这是在救你好吗？刚才那国民暖男说了什么八言八语，听得我脑袋都要裂了。你这人怎么偷听别人说话呀？我还不想听呢，我就坐旁边，不得不听好吗？你怎么在这儿啊？跟你一样啊，来相亲的。我遇到的还是国民女神呢。南居香啊，怎么不想香了？不想香了，你别拉上我，我还没玩够。得了，他不会给你投资的。他家是有那么七八家店，但都是他妈投资的，跟他有什么关系？你怎么知道？你们认识？我认识他妈。那你把他妈介绍给我认识识。你怎么还不死心呢？就，哎呀，我还没玩够呢。你玩不了啊。妈，哎。回城，你疯了是不是？烦恼反转尽欢笑，转角上城市喧嚣，寒潮也不会感冒，看好我不受干扰。宣告你在我安好，宣告别怕我们互相。